中方已经向美方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部分成员审发了相应签证。美国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团队中，包括大量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官员，很多官员还持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。我们希望美方切实践行奥林匹克精神，同中方一道努力，为各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创造良好氛围。